大家好，现在时间5:30，我来吃晚餐了。这是Buffet5000尺饭店同集团旗下的 The Park Lodge Comic Coach。然后它这边有名物荞麦面，然后这甜点有苹果派哦，然后这是咖啡哦，然后这也是沙拉跟水果。乐食区在这边，哦，好多人。它的伙食大概就这样子，我还是有这个煎鱼片，煎鱼的生鱼片。哦，这是意大利式的料理，橄榄油，还不错。还有这个现烤的披萨，然后座位是这个样子，大致上就如此。以上。